你点读书噶？我觉得人生真系好无奈。我有读书噶，好多嘢都控制唔到。哎、哇！包俾人偷咗啊！我以为呢一次会例外，好彩啫。咩事啊？咩事啊？搵呢个？喂，你做过啲咩嚟啊？唔开心咪闹人咯，人闹我时我闹人。入唔到嚟我就唔使搵 lift 啦。最衰都系你啊！但系估唔到。他的出現令到我很窩心，原來這次真是例外的。與其浪費時間找朋友吹水，只喝醉酒吹波仔，不如吹掌一隻白兔送給需要溫暖的人。